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玩一个上课的活动，两个人两个人一组，哈，猜猜看，假如是一个字，能加一笔变成另外一个新字，会是产生什么样的新字呢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老师可以先表演给他们看，比方说，我这边加一笔。就变成学生的生了，公加一笔变成王，白加一笔变成柏，天加一笔变成夫。好，我先表演给学生看，然后呢，学生可以两个两个猜一猜，怎么样来做，然后把猜到的字。在这边打字出来，比方说这边是牛的话，他们就可以打，大概是生，学生的生。那有可能一个字会出现，更多的字，不止一个字，总是试试看，两个人两个人讨论一下，好。所以呢，这是我们这个猜字加一笔画。创造一个新字的游戏，那我通常会给他们一个这个空白的，等到全部做完，给他们时间，做完以后呢，我会给他们看答案，好，那也会讲解说，哦，大概是怎么样的，哦，这个我有1.0的 version，然后这个是更另外一次用的，啊，那我会把这个1.0、2.0的这些。全部都给您，您可以做着参考一下。这是一个上课可以玩的活动。好，好，这就是我今天这个用字来增加一个玩的方法。好，谢谢大家。